天的义展是由台北市聋哑协会为了筹募聋哑残胞蜥蜴所长期性的经费而特地募集当代名人的书画100多幅以及一项当代名人书画义卖的展览，将募集的经费全部交给台北市聋哑协会。今天展出的有梁寒超、张光雅、李伯廷、鲁藏廷等人的书法跟字画，另外还有韩国的名画家崔明义的作品。